恒地红磡旗舰级住宅项目必加方逐渐成型，继第一期熙汇推出雨山百货，时隔一季，隔篱第二期盈汇亦都登场，即刻 recap 新盘周边配套，兼且 update 最新一期精选户型。必加方盈汇合共280伙，实用面积192至514平方尺，提供开放式至三房，占六成系一房单位，至啱正 target 上车嘅后生仔同小家庭。部分特色户型平台空间甚至比室内更大，实行住得破格。单位层与层之间高度达3.325米，配埋附设嘅大型组合柜，收纳就 good fit 啦。户外泳池、BBQ 区呢啲标配，会所当然有齐。多屋苑嘅其他期数陆续落成，住客仲可以共用其余两个会所，合共大约40项嘅设施添。由俯瞰角度睇，必加方系列位于红磡站、黄埔站同何文田站嘅黄金三角中心，享尽三站之便。加上东铁线过海段通车之后，说一声一站直到港岛。其实红磡向来就是东九龙交通枢纽，以后除了用红隧过海，通勤往返又多个选择。由于同区一早有大型屋苑，衣食住行一应俱全，想大饱口福，附近就有两条远近驰名的食街。民生配套一定冇人嫌多，恒地将会在必加坊周边打造一条近850米的特长步行街，是什么概念？以一个健康成年人步速，一路不停地走都要花成10分钟，更何况有埋大把好行好卖的铺头，吃足一日 so easy。 况且这里离红馆咁近，万一演唱会 encore 到凌晨，不用飞的都回到家。能够在一区做这么大动作的革新，是发展商花了20年进行收购的精心策划。值得一提，必加方系列是城中罕见的千年地契项目，意味着业主不用忧虑缴交地租或者补地价的问题啦。